在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带领下，上百位体育志工走访宜兰，进行研习及场地设施观摩。基隆市体育会，我们郑锦州理事长今天很高兴他能够带队来到我们宜兰县参访。我们宜兰县在这几年我们推广全民运动，我们在县政府，我们林芝庙县长他非常对体育活动非常热络非常的热心提供很多的资金来挹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场地都是新建的，争取中央跟地方配合。我们很高兴基隆市体育会能够来参访，那么我们有机会也希望到基隆市去参访。东青龙，南朱雀，北玄武，西白虎，都融入在里面。不管是占地十甲的宜兰体育场，还是占地60甲的罗东运动公园，硬体设备的太旧换新，承接了许多大型赛事，也打造了市民更多友善的运动环境。宜兰在这几年，他们的体育也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得天图，还有一个东山阁，包括蜻蜓，还有我们的划船。对宜兰县是他们的得分之钥，他们的每次都拿了将近十几面的金牌，而且他们的体育设施很好，也办过台湾区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原住民运动会、重点学校运动会、身心障碍运动会，都很大比赛都办过了。因为他们的得天独厚有那么的地，所以希望说我们来这地方，我们来取经，希望回去能增加我们一些，也希望市政府能赶快把体育场那个场地弄好。那体育场地是我们唯一基隆的大型比赛的地方，在这里希望说带体育会这些各单项各区体育会出来看，能起心回去我们增加我们很多的健广跟我们的体育知识。透过参访交流，吸取经验，优化全民的运动空间，鼓励大众透过运动找到健康与活力。基隆站不站？站！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